好几万只蜜蜂密密麻麻聚集在树上，旁边还有上百只蜜蜂嗡嗡乱飞。中午下班回来，我进院子一看，这院子全是蜜蜂，不知道从哪来的。往树上面一看，这树上面全是这东西，叫这么大一个包，看起吓人了，真的。不速之客突然飞入民宅，让居民吓了一大跳，赶紧找来养蜂人解围。主要是一箱蜂里面不能出现两个蜂王。老蜂王呢，所以他呢就是出逃。老蜂王呢，就是说出逃的时候落到一个树上的时候呢，所有的蜜蜂呢，为了保护它，全部把它包裹起来，就造成整天这种越聚越多，就像一个大的包块一样。养蜂师傅跟帮手先把蜂箱放在蜜蜂下方，然后猛烈摇晃树枝好几下，一大团蜜蜂随即掉在蜂箱里面。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努力，才化解这场蜜蜂危机，否则民众被蛰到就危险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